此乃以龙脉之精炼而成药，具有疗伤的功效。看来此路不通，若能穿过那座古门，真是精彩，我果然没有看错。设法将此物击落，应该能用你落脚。若轻视事情告诉你，本为饱受苛政之苦的百姓，如今却沦为祸害无辜之人的乱子，究竟是什么令他们变得如此？
其实我的族人也是为了逃避战乱而迁徙到了这个村庄。家父曾为郡城，不过早已过世，族人也因逃难而四散。但愿有一日能再次四散族人，跟他们重逢。虽已经击败了不少敌人，但仍不能松懈。对了，将他们驱离之后，还是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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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胜机已得。尔等可是朝廷之人，胆敢忤逆皇天之徒，休想活着离开。小小鼠辈，看我碾碎尔等！我有不祥的预感，请随后来。别故意冒险了，贤良师张角之地，绝不能辜负兄长对我的信任。